是这个是用手势去控制这个腹腔的手术机器人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机师在收集影像的立体 camera， 那后续我们会针对收集到的影像去计算托特跟点云之间的距离，以进行力的回馈。那之后这个力的回馈会实现在遥感上面。